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要重大关切问题上，中方也是对俄罗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。好像就没有听见过这货讲话，你妈蛋，这也是人大委员长、村大队长的水平啊！老邓摇棍大傻叉，你妈要脸吗？这种货色还敢说他妈第一个反袭呢？人民最熟悉、最敬重的大国元首，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。再瞧瞧猪头弟蛮横的嘴脸，土共永远站在邪恶的一边。国内企业家中产还你妈等二十大呢，歇逼吧，歇菜吧，靠投机送礼、舔官做生意的时代结束了，都散了吧。